来啦！万岁！我要吃跳舞谢谢。我居然会因为一球冰淇淋而感到幸福。老婆说你做的红烧肉够得上她的水准，以后也吃不到她做的红烧肉了。你每次都点酱油炒面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？这就是我记得最幸福的时刻。深夜食堂，9月4日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。